本节目由百年贵族荷兰奶粉用爱成就爱家奶爸的海普诺凯1897独家冠名播出。京东逛一逛，家务做得更漂亮。本节目由不负热爱懂生活的京东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家务再忙辅导孩子也不慌的作业帮直播课特约播出。本节目由智能生活一把手，凡事动口不动手的小米智能生活特约播出。这是一个女人的日常，看来让男人做家务这件事儿仍然任重道远。为了男人们和女人们的幸福生活，做家务的男人第二季又来折磨啊，不，拯救男人们了。我们有王祖蓝夫妇的甜蜜恩爱。你要不不要过来？我不想过来的。你不用提点我，你先出去。你慢慢来。有杨子姗夫妇的如胶似漆。谁能够做到如你所想？你告诉我。现在在威胁我吗？真的是不太懂你的逻辑。有张继科一家的互敬互爱。除了不干活，什么都干。你怎么回事？怎么回来光睡觉？你这个人是真贵。有杨迪一家的相亲相爱。你看你还是闲不住，没有家务做你硬做。哎，还有范丞丞郭麒麟一对室友的共同进步。俩再歇会儿。你这是黑暗料理啊，要命，头疼。更有十位勇敢的男人接受100天家务大挑战。第二季做家务的男人温暖升级，阵容升级，我们的演播厅跟去年一样，我们的观察员也跟去年一样，但我们这次的嘉宾Hello。哎，不管了，开始吧。本节目由百年贵族荷兰奶粉用爱成就爱家奶爸的海普诺凯1897独家冠名播出。京东逛一逛，家务做得更漂亮。本节目由不负热爱懂生活的京东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家务再忙辅导孩子也不慌的作业帮直播课特约播出。本节目由智能生活一把手，凡事动口不动手的小米智能生活特约播出。感谢天然洗护绿色健康的立白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全球销量真正领先的爱玛电动车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上微博参与做家务的男人话题讨论，聊聊你的家务观。坐好坐坐。去年的人好想他们呀。是啊。你最想谁？最想谁啊？想那个魏爸，最可爱的男人。不知道魏爸今年在家里的家务能力提高了没有？真的是节目结束了应该就打回原形了，但我觉得魏爸什么魏大Hello，Hello， 啊！哎呀，都是老朋友啊！哎呀，叔叔又帅了，叔叔，叔叔好，叔叔好，叔叔好，我有点恍惚，叔叔，你想我们吗？想你们，非常想你们。对我们仨，你最想谁？哎，你怎么知道我想问什么？你最想谁？说。最想谁？最是李诞，你看看。为啥？因为李诞是男生。你瞧瞧，
我们俩太难过了。完了，你们仨全变成好看了。那叔叔，你这一年还做家务吗？我这一年做家务。真的假的？哪些呀、啊？做饭。做饭。你好嘞。做菜。还在厨房的水斗里面洗拖把吗？改变了，改变了，改变了很多。真的吗？我们请看 VCR。红青湖，红湖岸，白浪逐沙滩。还是那熟悉的旋律。只是一片海蓝蓝。刀法娴熟很多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这个得焖十分钟。围巾换了个主人。你看，你说那时候围裙全是喂妈的，哇！把面子给我拿出来，这面子给我和了。啊？不是你自己做吗？现在都独立完成了，是吧？忙嘞。妈妈炒鸡蛋。嘿。就，我会颠勺了，跟大勋一样。不是。鸡蛋是可以颠勺的吗？哎呀，自己琢磨。来来来，我给你拿回去。哪有那么些规矩？嘿！来来来，出来了，出来了。有有有有有。我天！出勺。哎呦，颜色很好看啊。好看。哟，还打扫，全套的。可以。哎，没关水，没关水，还是有瑕疵，有瑕疵。哦，又犯错误了。又犯错了。哎，饭也做的差不多了，吃饭吧，冬瓜汤。炒鸡蛋，还给你煮个大虾，可以啊，蛮好的。还不行，不，你做什么都好吃。哎呀，好甜，有种找到恋爱时候的感觉哈。嗯，魏妈怎么还有点娇羞状？真的，所以现在你是跟魏妈分工了吗？全我来的。对啊，为什么全是你来啊？男人嘛，得有榜样的力量嘛，就是。学会了就得关心你们，但魏爸是每天都是这样吗？我不相信哦。确实几乎这样，几乎真确实，只要有摄影机在就这样。所以家里的 GoPro 一定不能拆，好不好？男人做家务全靠 GoPro。好了。我觉得魏爸是通过一年之后完全的那个通过了我们的考试一样的，今天把您请回来也有一点那个意思。还不够，还得继续努力。还哦，太上进了，太上进了，这样的男人太值得欣赏了。李诞，你这样让新来的朋友压力很大。优秀毕业生，这个新来的朋友肯定比我更好。那我们今天赶紧把我们这一季请到的三组家务男请进来吧，好不好？好，欢迎欢迎我们新一季的家务男人，欢迎热烈欢迎。哎，都没有，哎，从那边吗？啊，从那个门。门。欢迎。哎，是，哎，来了。啊，又来了。哥，亚楠姐 ，Hello， 欢迎吉科 ，Hello， 科哥，欢迎张妈，欢迎张爸 ，Hello， 欢迎晨晨 ，Hello 姐 ，Hello， 请坐，欢迎大家来到爱奇艺的自制综艺《做家务的男人》第二季，本节目由百年贵族荷兰奶粉用爱成就爱家奶爸的海普诺凯1897独家冠名播出。行，我们可以了解他们一下。这个是室友组的，我知道。对，你室友呢？我室友行程不搭嘎，我们就是行程还是
关系感情不搭嘎。关系很好，但只不过是行程有点问题。啊，谢了谢了谢了，来。这颗是跟爸爸妈妈一直生活在一起，还是偶尔生活在一起？哦，跟魏大勋家有点像的，啊、这对夫妻。啊，我们也是偶尔生活在一起。偶尔见见面而已，就不太熟，对不对？对，就是不熟，对。对。但巧合的是，我跟那个亚楠，我们两个前后两天，差两天宣布了二胎。哎、嗯，我们俩都怀孕，现在。哇。哇！恭喜恭喜，恭喜恭喜！然后第一期播出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节目的时候收到很多的反响，是因为确实有很多的男人，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做了很多的改变，比如喂爸，当然也有一些男人就是冥顽不化，比如蛋总，但是我们很欣喜的看到是改变的人越来越多、嗯、特别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全民宅在家里面，是的，让男人就是你不做家务好像都不好意思，然后很多的家庭因为这种做家务让男人能明白其实做家务是爱家的一个表现。嗯，所以呢在这一季呢我们点出一个主题叫做美好生活由我分担的理念，我们还特别邀请了十位男士一起来完成一个叫做男人的100日家务挑战。什么意思？就是要连续做家务100天做个挑战。我的天哪，然后就是做完了100天还要活着是吧，就是挑战成功。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第一个我觉得大家都应该非常熟悉，他是那个时候在疫情期间的一段很让人感动的视频，就他的妻子要去抗疫一线了、哦、然后他坐在车里面，妻子，然后那个男生带着哭腔说，只要你平安回来我包下1年的家务。哇哦，有印象。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男生开始先认识他一下好不好，他是四川的抗疫护士赵英明的丈夫蒋浩俊，来看一下他。Hello， 大家好。他在现场啊！他在现场啊！Hello， 大家好。厉害！现场啊！蒋先生好，蒋先生好，请坐，请坐。来吧，请看 VCR。赵一鸣，平安回来。你平安回来，老子包了包1年的家务我做哈，听到没有？先够了不劳碌，我只希望他平安回来。他如果平安回来的话，我还是答应他，我包1年的家务。有人说，包1年家务算什么？那辆车里的人为了全国抗疫，义无反顾奔向湖北，我的老婆也在其中。她是我儿子的妈妈，赵一鸣。吃饭的时候为什么不好好吃饭？是妈妈走了，我老想着妈妈，让妈妈回来。哦。然后，所以我就不吃饭。太可怜了。吃面面，爸爸给你下碗面面。嗯。好不好？嗯。这个面的名字叫什么名字呀？想妈妈面。哦。想妈妈面，老子，哎呀。每天要吃饭，只煮面也不是办法。宝宝吃吗？嗯。啊？嗯。无用，这是什么？炒面吧。快睡觉啊，难为儿子了。他在找一个能吃的位置。然而照顾孩子可不只做饭而已。赵一鸣，你看这都是你儿子的杰作，你又整的这么乱。有孩子就这样。对，这样乱。2426例，增加了3892例。疫情发生后，各地持续抽调医疗力量，筹集医疗生，同心协力，共度难关。你的前方保护世界，我在后方保护家庭。2020年4月3日，经过2个月的分离，
老婆终于平安回来了。坐这儿，先坐到这儿来，再坐下，坐下。等会儿我给你换，我给你按呀。消毒的，还没消毒。哎呀，不管，不管事，我这儿我脱皮。咋个样？妻子还没有反应过来。我承包一年家务的承诺也是时候兑现了。哦，可以可以可以，哎，可以可以，感觉他做的比我多呀。那是一定了。哇，哦，这全部都是你做的吗？可以了吧？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进步太快了吧？这太厉害了。承诺不是随便说说，这一年的家务我承包了。哇，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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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送给你，真厉害，真的厉害了。谢谢谢谢，非常的棒。那你现在在做了一段时间以后，有没有觉得发现做家务的乐趣或者是成就感？有，一家人的关系好像比以前就更好了。嗯，这个是我亲身感受到的。对对对 对, 对吧？这没办法，叔叔。对，我个人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不是帮他在做家务，因为我也在这个家里面住，所以说我就必须去打扫卫生。嗯，那我也要吃饭呀，所以我就必须去做点好吃的。然后孩子给我叫爸爸呀，所以我就有义务和有责任去把他教育好，把他带好。太棒了，他已经从一开始说感觉自己是帮他做家务，到现在觉得是自己应该要做的了，本分啊。对，不只是就是老婆的事情。天哪，小蒋，你太有就是被改变的天赋了，你看那么快，而且抓到真谛，你一下子给我们三个家务男很大的压力耶。不敢不敢。张继科，你此时的心情如何？你的面色有点凝重。嗯，青岛男人都会做家务，是不是，生生？啊，哦，是这样吗？做家务是不是上瘾？上瘾。对吧？你第一次做和第十次做完全不一样，有强迫症。哎，这一组嘉宾好乐观啊，这嘴都挺硬啊。对呀，但你看，左安哥都不敢接话，不，我觉得范丞丞不敢接话才是。你看他的表情，是小拳头，你看小拳头攥的。哎，一次比一次上瘾吗？这个很简单吗？三个男人是都会做家务，但是有没有天赋是另一回事情。他已经虚了，底气已经虚了。看，再来看祖安哥，还嘴还硬不硬？我一直不说话是怕他有压力。哦，因为我的起点就是他最后一个镜头。可能真的，我告诉你，我做菜本来就可以，我做家务本来就可以，对不对？我的起点就是那么高。哦，没有啊。我喜欢这样的妻子，这样拆台，我太骄傲了吧。我觉得你们三个把自己放到了很危险的境地。先让第一季的元老魏霸你来判断一下，四个家务男，你觉得谁是最菜鸟的，然后谁是最厉害的？应该是应该是祖蓝第一。呀，不是，叔叔，投票理由是什么呀？我感觉你这些动作啥的表演非常会。他就是演员呀，他是专业的。魏爸被他的自信就是蒙蔽了。说咱做家务不是在这演戏啊，叔叔。我觉得他非常客观。但是季科也不赖。季科因为世界冠军，做事是通的，什么也不落后。程程最差。大侄儿，我说你小年龄的人同城相比你还是第一。啊，年龄层。哎，一个也不得罪。你和我是一样的，俺们俩这是老一辈了，老一辈做事都是踏踏实实的，肯定你要比我发挥得更好。这样事儿的。好，
你爸爸说得好，叔谁也没得罪，就觉得叔叔这一年不光学做家务，也学会说话了哈。你别老表扬我，不。又有一位很有潜力的叔叔的，这是现实，因为这档节目把你们选上了，就说明你们有一定的长处。节目组都没有得罪了，节目组做对了。我看这个做家务的男人第二期会更火爆。耶，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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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一看 GoPro 的真相，好不好？好，来，那我们就看室友组。欢迎来我们杭州。哎，我家，这是我家。你住个峰塔、啊？不，这是六合塔。哎呀，我是白蛇。我天，这穿，这是刚起床啊！你这个出场真的。Hello，Hello，Hello， 这么多箱子呢？啊，郭麒麟来接你的。对。你这是睡衣吗？我以为你这是。哇，这个车。对于高个子，真的有点难为他。这个车好精彩啊！这膝盖都快顶着胸口了，你这个。郭麒麟说话就像说相声。跟他说话应该买门票跟他说话。行，那咱们准备好啊！好嘞，发车了。他们俩都不说话。哎，所以你比我大，我应该比你大。你九几的？你是九零后吗？我零零。你零零年的？我零零。我的妈呀！那我肯定比你大了。我九六年的。你九六？哦，那我应该叫你哥。没事，按个头我管你叫哥。所以你会做饭吗？可以试，可以尝试。我挺要命的，我真不太会。那咱俩都不会做饭，往后日子咋过的？那就做呗。就做呗，得能吃啊，得。就干做。第一面见太客气了，来了。那肯定要客气。后面会慢慢的不客气了。哦，后面就。住山上。咱俩到了。哎，你看，杨梅岭。哇。哇。哇，这里也穿茶园，好漂亮。哇，好棒啊！你看，哦，这哎哪栋？哎，啊，就是这里，我们有点像那种新婚旅行的那种感觉，太浪漫了。这个斜坡真的是。找得很没有必要，就不能找一个平坡的吗？找得很没有必要。那我先上，我一会儿过来下来帮你。感觉那个坡像节目组铺的一样。故意的。来，我来。没事。行了，撒手吧。我试一下。坐。郭麒麟还有点哥哥的样子，有，很和谐两个人。这会儿，啊，走错了，不好意思啊，没事，我还想先走呢。行，先进去吧。夸早了，走错了，夸早了。一个一个拿吧。
你能一趟绝不两趟。行吧，先进去吧。嚯！哦，什么？哇！什么？哇！这个是智能家居。哇！这太幸福了。小米的哈，真的。小米小爱，欢迎你们回家。这么多电器，这不是憧憬的智能生活吗？这个房子不错，不错，这也太好了吧！还能那个扔篮球，得劲儿，得劲儿，得劲儿。哦，这就是玩，哎呦，啊，娱乐室，汪苏泷和尤长靖又在哭泣，这个比他们那还好，好太多了。哦，这床那么大，这房间可以啊，哇，这儿挺好。为什么要给客人这么好的房间？就是的，这客人的，而且上楼看，心态超好，没有好的心态住不了这屋可能。这早晨起来，这不来一下子，哎呦，这屋对你来说不太友好。看看这屋，这个太高了，好棒啊！你看，哇，这屋看着不错哈。对，那你住这层，然后挂这边。这儿有个钉子哦，钉脊。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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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从这一点就看出来我是一个非常会做家务的男人。会做会做。OK。小小图图宠物日记。两条狗吗？又养了两条小狗。对。我去看一眼，挺厉害。啊！干嘛？啊？什么？蛇吗？啊！跑那么猛！蛇吗？蛇吗？狗啊！开门！开门！老鼠？还是老鼠？狗啊！不可能！我头皮都痒了，大哥，这可怎么办？哎呦啊！贼大的马蜂！他在那儿，他在门上，看见没有？看见了，看见了，他像个知了一样。像个知了。对呀、啊，为啥会这么大？变异了吧，兄弟。小爱同学，小爱同学，能不能弄走他？能不能派两个大汉弄走他？要命，头疼。这怎么办呢？我先出去躲会儿去。我也想出去躲会儿。我先出去躲会儿去。哎呀呀呀呀！出去了，马蜂留家给人出去了。哎呀呀呀！马蜂呢？没了没了。不没？怎么可能没了？他肯定卡咱们视角。视角。这小词儿一看就是游戏玩的。我就求他别飞出来就行了。为什么不飞出来？他飞出来就好了。啊！这什么呀？啊这能不能行？好灵活！怎么上来就遇到磨难了？哥，他会记住你的。哥，叫你哥了，能不能帮我去搞定他一下？绝对搞不定。这个家看似温馨，其实暗藏杀机。真的。咱搁外边看啊。OK。小小图图宠物日记。他们俩叫小小图图。小小和图图吗？估计是，不能一个叫小小图，一个叫图。那不能这么叫。哥哥们好，我的名字叫小小，先跟你们说说我的故事吧，是这个黑白的。嗯。在我四个月大的时候，因为皮肤病太严重，所以被丢弃了。哎呦。哦，流浪狗。当时挺惨的，嗯。不过我是幸运的，后来遇见了很好的人，把我送到了流浪动物救助站，在经过更漫长的治疗后，终于好起来了，然后来到了你面前。之后的日子就拜托哥哥们照顾了。图图是那个黄的，嗯。哥哥们好，我是图图，你看图图的字儿就比小小的字儿好看多了。
你看，小小的，你看一看就是确实。我是图图，今年疫情期间，我和家人们在一个村子里流浪。那时候我得了严重的皮肤病啊，又是皮。哎呦，他这个皮肤病确实很严重。幸好遇到了一个好心的大学生，努力为我寻找救治。现在我的身体已经康复了，虽然我还是非常胆小，但我也在努力变得勇敢，学会信任身边的人。很期待和哥哥们一起生活，我会好好表现的。嗯，没了，行，大体明白了。现在我们就在等。这个等等马蜂自杀吗？你们在等等什么呀？真的，等马蜂走。马蜂呢？出去了。马蜂在找缝出去。马蜂都走不了，太不容易了，这马蜂。天哪！感觉好像它从那缝里钻出去了。我觉得有道理。小小。这是小小，这个是图图。图图，图图，你看他躲在他的脑袋离他那么远，他害怕。图图，两个陌生人，哎呀，流浪狗肯定受了很多这个对欺负，所以他就比较怕人。他们俩是两口子吗？不是两口子，应该看面相，应该不是。你还能看狗的面相，你也会看。图图，图图，算了，我觉得咱们在这儿，他一直不太放松。哦，很害怕，特别胆小。他们心里也需要一个康复的过程。这两年好像做了这个流浪动物保护，尤其是这种流浪狗、流浪猫这种。然后我们是一个领养日，是一个组织，然后就专门是救助这种猫猫狗狗这流浪动物的一些。真好。我们的 slogan 是那种以领养代替购买。对，你看我符合要求吗？嗯，你说领养你还是你去领养？领养我去。你先流浪起来，咋的？你家那口要把你抛弃吗？马蜂危机解除，接下来，这不是在家生活不应该是这样吗？魏爸该出现了，沙发二子，我就知道魏爸该出现了，看会儿电视，哟。啊，应该是我买的。我怎么买那么多？那是买什么买这么多啊？这些都是啥呀？这些是我买的，就是做家务的好帮手。哦，他做了一些准备。他知道自己能力有限，求助科技也是一个好方向哈。这什么呀？就是放厕所上面那个闻着香的那个，哪个？这是做饭用的吧？买的都不知道是什么。这是什么？看不出来。这是什么？蛋清分离器，鸡蛋磕，然后蛋清从这儿就出来了，然后那个蛋黄就留在里头。哦，这个蛮好的，这个蛮好的。这给狗用的吧？这应该是。这剪刀，做剪土豆丝的那个应该是。这是去蒜皮儿，是不是？这个是土豆片儿。没有去那个给柚子剥皮的。这么细吗？这个是。这剪刀。这是干什么的呀？我们都没见过这些神器。有点难猜。来来，揭秘。我的天，懒人刮瓷盘，我那个是剪葱花的，我天哪！等会儿这个我得记一下，这是火，这是得用。对，我也觉得这个很好用，这些都不错。那个谨慎，瓜子盘，把瓜子搁这儿，刻完了皮扔这里头。你这手都放不进去，那个瓜子很难扔进去。五层剪，它剪一下就出葱末。那一把剪下去特费劲儿，那个骗钱的，削皮的，是我这辈子用过最难用的削皮刀。退货差评一星。就他这个叨叨的这个时候，我觉得挺做家务男的气质的。拥有了这些神器，他们终于可以。
哎，歇会儿。困了，困了，叫外卖吧。叫外卖吧。叫外卖？真的假的？头一天我们就这样好吗？灵魂拷问。好，特别好。不好。做饭吧。Good， 表扬郭麒麟。嗯。咱搁这儿坐着不是个事儿。行。行，开始。做饭。那我这样，我先帮你洗着。行。还厨神呀？厨神。厨神。看我。穿上它的时候，你没觉得怪怪？哦、你是吃货，我是厨神。你好意思吗？我这不行，我这。我帮你。OK， 先把西红柿切了。啊？怎么了？这个其实切掉，切掉，对。OK。小雨，你可慢点。哎呀哎呀哎呀！好危险。没事，切不死我自己就行。这话说的。然后这下来做什么？下一个，要不你把包菜撕喽？好，洗一洗。这个有什么洗要有怎么讲究吗？就是包一片洗一片。不是不是不是、啊、就是先包了然后一块洗吧。哦，他还是干过的，他有常识。陈生是一点做饭做菜的经验都没有吗？就是一点都没有。不会。哇哦，这个这个第一次播还真是有点无从下手。哦，我想起来了。咋了？想起家里咋做的。你看着球就不行。我是听谁说的来了，先要把这先要把这个砸开了。NBA 对不对？我觉得差不多了。大姐想说的是你够的。哇 OK 好了好了，可怜的包菜非常认真。我老想你要投篮。不是，他就是太紧巴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能给他撕下来。哎呦啊！真的是手撕包菜了。这么多够了吗？咱俩每回，咱俩这不像做饭，像做饲料。咱俩这个。但是稍等啊，你觉得炝锅应该用蒜末炝还是用蒜片炝？嗯，炝锅是啥？就是先把这锅油弄香喽。啊，就是啊，不知道。来，剩下的咱们加个素。还做鸡肉那么高难度的，那郭麒麟还是可以的。他可以，你看他弄那个油腌一下，还知道腌。他至少手脚灵活，这个很熟练的。可以可以可以，现在就都备的差不多了。我觉得做饭最复杂的就是备料，咱们马上成功了。错了，错了，并不是啊。目前看大林是还至少很会照顾人的感觉是有的，至于这个照顾的好不好不知道。来，研究一下这个炒菜机。炒菜鸡，来，开始了。Ready go， 就那锅转动，先放油，你来。姜、蒜、葱、鸡肉。盐在盐搁哪儿呢？盐。上，别上去。
啥来了吗？感觉我也感觉没啥，再来两下。哎哎哎 ！Oh my god！ 哇，这什么东西？盐、yeah. yeah. 哎。哎，没事没事没事，这个我们可以拿别的找，你知道吧？这个用鸡精找一下。鸡精？鸡精找不到吧 ？OK， 这个炒鸡肉搁鸡精，咱俩真行。然后呢，酱油搁点吧。酱油，没有写酱油哦，那不是他没写吗？咱得心里有数。我觉得调味的东西很多了，我怕这个太重。哎，这晨晨可以，对。OK， 一丢丢。哎，你这妥协的。一丢丢，我怕味儿不够。你别手抖啊！我来，我害怕了。然后放青椒吧。关盖儿，走，成败与否就看这个了。做菜还有点简单，有点太简单了。这对于我们来说，哎呀，太 easy 了。做菜对我们来说没有难度，但就是做太好，咸有点麻烦。对。这才是最主要的，主要是怕麻烦，可不是不能做。我觉得你们是心态还有点好，对，心态非常好，心态真的有点好。看看啊，尝一口，咸淡其实够，说实话，有点咸。还挺好的，对，还行。你炒西红柿炒鸡蛋，我来搞这手撕包菜，也行。他有档位，你必须得，你看他卡住了、就是。OK， 那边热着锅呢，那边热着锅都不管了呢。是忘了吧？这已经很久了没管。看到了。过热。哇！我这油有点热，哇，有点害怕。哇，这个太恐怖了吧！你们太猛了，那个火锅太热了。我也没有想到是这种后果。他为什么会这样？等会儿啊，就赶紧拿起来就好。哎呀妈呀！哎呀妈呀！熟悉的味道，这种烟呀、火呀的，就是熟悉的味道。这种笨拙。对。我哦，是这样的，我懂了。我们这两块就当买个教训，因为好像这个炒番茄不能搁油。他不知道问题在哪。但是炒番茄不放油，那怎么炒呢？你都跑了，你们看范丞丞都这。我怕他那锅烫着我。到这里吗？到。那个勺子在里面。勺子还转呢。这个锅为什么都变成这个色儿了呢？它为什么会这样？要不我换个锅？你这咋了？刚才就那一下，啊，他开始冒火，一定是这个锅的问题。哎呀，感觉这个好一点。我说实话，除了米其林以外，我第一次见到做饭火着这么高的。
就郭麒麟嘛，是吧？这都是成长过程当中必经之路，还有这种乐观的心态，是吧？都是我们喜欢的。所以你在家经常做饭吗？从来不做呀。我怎么问了句废话？又来了啊！哎，好，这还要放别的？应该不用了吧？酱油。我尝尝，西红柿炒鸡蛋。你现在已经完全不信任我了，因为我以为是你是那种，就是大神。又多了。什么都咸的。你这是黑暗料理啊！不，我这一会儿真的老好吃了，我现在看着就馋了。这还行，这还行，饭很好吃，这是个菜。就它了，是好是坏，都是它了。你这有点像卤子。该煮面了，咱俩。该煮面了。这已经很好了，比我想象的好多了。哇，有荤有素的。我先尝尝你这个。怎么样？你什么味儿的？就是正常的菜，正常的菜，不可能。形容一下，形容一下，快点，真的。就大家第一天见到，又互相做了个菜，也不能说不好吃。那现在假装你们已经认识三年了。确实，第一天我们这个互相做的菜，那个鸡肉贼咸。咸的程度，你形容一下。就是没法吃，就直说吧。真的没法，就是真的巨咸。那个手撕包菜就有点半生不熟，西红柿有点像那个，真的像卤子。就你盛一勺，然后就流下去了。味道怎么样呢？也就那样。你看那个表情，你自己琢磨一下。这也有点怪。你听听这声，你听这动静，这是熟的东西吗？这动静，这跟吃黄瓜有什么区别？这嘎吱咔嚓的，这还行吧？这个片儿大了点。好客气，还行，谈不上多美味吧，但是能吃。我们青春有你一下，行。你们当时在练习的时候就过来干嘛？要看吗？还是算了，没听见，没听见。掩耳盗铃，咱们研究研究吧，把菜收拾了。里里外外，你看男生逼到那个境地上，再不会做也都会知道哪些事情该做。擦的也挺仔细的。咱们把那个室友守则搞一下，怎么样？每天至少做一顿饭，或者说每天只做一顿饭。咱们引进一个惩罚机制，就比如说咱俩搞个什么竞赛，每天只做一顿饭，然后就输的那个人做。对，不能单方面失去联系，每天一张照片。对，每天。OK。哇，看这家伙是如此累，我累死了，就两个人坐在那里，他度日如年。嗯。哎，那但你们俩配合的不错。他是那种偶像包袱贼重。他是那种，哎呀，没事没事，我教你们教你，然后做个西红柿炒鸡蛋着火。吐槽开始。
对，一开始就说，哎，我什么都会，什么都会。结果一我在这里吐槽他，就是在后面。没事，一般都是这样的。对，我们喜欢听这些。他来的时候也会吐槽你。对对对对对，我们会告诉他你吐槽他的人。但还蛮有，他这个人还蛮好的。程程说话的时候，张家三口的眼神。我现在有点期待张继科。对，我也期待。你能做家务吗？我觉得他没问题。他是个能做家务的人吗？我们藏獒，藏獒啥意思？我啥事儿那都是这个。啊，叔叔，谢谢。这个现在。也是这个，魏爸，你看完了我们家，你再表扬，好，好吧，嗯，来吧，我们看一看，我们看一看。青岛，这一半边都青岛了。哦。这个当时是就这个是当时我在现场直播，我看了。你在现场直播？不是现场直播啊，电视直播。我家里还有小菜园呢。小菜园那时候菜刚起苗，现在又可以吃很多东西了。是一把能手啊。嗯，妈妈好精致啊。哇，好年轻啊。刚知道打扮不干活。哎，我这样行吗？嗯，哇，我这样全带行不行？好不好看？哇，很危险的问题。对。哎，可以啊。那就穿这个了啊。哟。哦，说秘密，说秘密，说秘密，有没？哎，怎么这个也给录下来了？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我想抽烟，有麦，我说不能说出来。有麦，我说不能说出来。哦，勒令你姐戒烟呢是吗？挺好的，好事儿。太可爱，你看。继续默剧，继续演，不能少抽点烟。太好笑了。嗯，我们的冠军呢？我过去接孩子去。接儿子去啊。爸。爸。嗯。回来了。哎，我脱鞋了。我给那脱鞋脱鞋。儿子经常在外忙碌的，回到家的状态都差不多，都是爸妈积极的张罗东西哈。没事，走，下来，下来。哦，会不会下楼？
我是这么教的，他才答应。他是听得懂的。开心开心，好兴奋。抱抱抱抱抱抱。坐，坐。哎，坐，坐好。哦。哎。坐，坐，坐上。挺好玩的。别，别，忘了，别，躺下。爸妈有点小失落在旁边，是不是啊？儿子回来了，先跟狗狗玩得很熟。其实刚回家都这样。都，你是指？时间长不见，那一刻就是不知道该说啥。家里有这么个活物啊，挺好，哎，就有意思了。要不老两口大眼瞪小眼儿，他真的有种没话在找话的感觉，是不是那时候？对对，这种心情就是不知道说啥好，实际上是很想念的，但是又不知道说啥好，只能用一些很僵硬的动作跟孩子往上搭话。搭话看哪个他高兴了，就顺着哎我往上唠。对，对，所以咱俩很相似，是不是相似？嗯，好不容易啊，叔叔这日子。不用了，睡一觉，困了。啊，补觉去了。我睡一觉。啊，你那个什么在门口，你把那个矿泉水摆你。嗯歇会儿吧，歇会儿。弄点水果吃。弄水果吃。这一句就知道家里谁是老大了。啊，吃吧。哎，好幸福啊！皇后的状态。你们家从什么时候进入到这种氛围的？因为什么他比我小几岁，就几岁嘛。另外他哥哥和我是战友，在一起当兵的。啊，他哥哥把他介绍给我了，托付给他了。啊，就是一娶了他以后，我总觉得他是个小孩儿。哎呦啊，好幸福啊。这个太甜了。够够了够了，叔叔叔叔。我弄菜还怎么了？行。看来张爸在家也就是家务担当啊。张爸这起点太高了，这起点真的，他根本都不需要参加我们节目，这是楷模。给我放一首外婆的澎湖湾。歌曲都一样。但张继科点这首歌，你是专门为家里人点是吧？我看我爸做饭很辛苦，给他点首歌让他。回家的路上，澎湖湾，阳光、沙滩、海浪，现在还有一位老乡的歌呀。张继科同学，请吃饭了。哇，一桌耶，太完美了。我手里喝点糖去。你要是不吃那个米饭的话，你吃一口这个饼吧，特别好吃。吃什么吃？就一口，你尝一尝，特别好吃。
哎呀！儿。哎呀，我真服你了。讨厌，你这太讨厌了。吃饭的时候你别动狗了，哎呀。服了你了。怎么还是你？可以。真可以。真可以。高兴。多表扬你看那爹高兴了。真可以。晚上你做啊，一个凉粉一个苦瓜，这么简单的菜。下午采购。我做不了。不做啊？凉粉不会做，茄子不会切。我告诉你怎么吃，告诉你一次就会了。成天吃你爸爸做的饭，我不行，今天我得去尝尝你的似的。你这你又不是不会做。你是让我爸做完，让我做饭。我弄个汤喝喝行。光喝汤？嗯。健康饮食。那不行，你回来汤不能光给俺做个汤喝喝。阿姨太狠。不是，你不能光喝汤的。我也想做这样幸福的女主人，是吧？中午，中午你刷碗哈、啊。嗯，你刷碗吧。他刚回来，累，我刷吧。嗯，嗯。你虽然说个刷，但是还嗯了一声。不说话了吗？剪刀石头布，谁输谁输。哟。来这儿，来。一把来。一把，一把。耶、yeah. 这还有眼神呢。二三三你俩商量，我要商量吧，你要商量是要狗了，真是输了真难受。就不能接受输。对，我输了真难受。我这真是里边一点毛腻都没有，就是很认真的，公平、公正、公开。魏爸，你们是不是觉得你们家那时候就也应该采用这种方法？我们家那么难，我也不想那什么，不想采用。哎，你采用这种的，不就是谁输了谁去洗吗？俺们那么难是男子汉，有一种大丈夫的感觉，不想去，不想去。哎爸，人设人设人设又回去了，快人设又回去了。你不是经过一年学习改变了？我觉得魏爸啊，你今天特别大胆，特别说得好，因为什么？魏妈妈不在，对吧？你看我老婆在这，我都不大敢说话。我看你老看祖蓝，看看祖蓝去笑笑。哦，不是老婆啊，不是，自己给自己提胆了以后，这就是叫随机应变。儿，可爸干活了，过去帮帮他吧。啊，奶奶，可爸在那收拾卫生。哎呀，太好了。便宜，便宜，就特别开心，就逗他气他。没有夜里吹夕阳，只是那单手做家务，你看。不要带着情绪干活啊。全部都用纸巾啊。没有夜里吹夕阳，只是一片海蓝蓝。
两点半了，好，咱赶紧去采购点东西，回来还得准备准备。太后发号施令了。去不去啊？又不去了，你真？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来光睡觉？你这个人是真怪。下午不躺了一会儿了吗？嗯，神同步，看还想吃点什么，晚上去买回来，还得准备着做呢。今晚上叫他做哈，叫他做的时间肯定不会很快做起来。哎，我很快。走不走？你快点。走。快点快，你和那爸爸赶紧去买点儿。嗯。快点快，赶紧的。嗯。哎呀呀呀！爸，别抽烟啊！爸，别抽烟啊！全家都在监督叔叔你抽烟的事情是吗？对，正好那我想戒烟的时候。哦。走。Hello。别老抽我烟。上厕所，你老没事，你抽一根。抽一根。说我他妈抽个完了就是。啊。哦。嗯，他们不在家，我想是想是舒服。起码那个阿姨真的真行，最幸福的女人，真的。